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点二次元新闻节目。然后坐在我对面的是大巴车司机。你好，坐在我对面的是 Nadia。哎，然后坐在我左边呢是天天。大家好啊，我是新来编辑日天，在我对面呢是这么熟练的。大家好，我是四十二，我周围都是神人啊，我还是坐在这个 B 位上啊。然后我今天是坐这个 B 位，哎，今天大巴坐在 C 位，哎啊。就应该的啊，已经编好号了，完了。对，反正我们就播新闻呗啊，二次元新闻嘛，就开始开始啊。然后第一条新闻是一个强袭魔女的新闻哦哦，然后强袭魔女系列是到2018年7月就是迎来了开播10周年，然后也宣布了，会从2019年开始连续要播3个 TV 动画，牛逼。然后2019年要播的是《强袭魔女》四格改一个动画，然后可能会讲一些那个他们的日常故事吧。嗯，然后战斗以外的一些生活类的这个内容。对，嗯，然后2020年呢是《强袭魔女》的一个正统续作动画，然后这个动画制作公司是已经确定了是 David Production，David、就那个大家很熟悉的那个公司。嗯，然后。导演和角色设计还是那个系列的总导演吧，就是高村和宏，然后下面也是放了个 PV 嘛，然后那 PV 还挺好看的。哇，对，然后这个《强袭魔女》这个续作呢，名字叫做《强袭魔女 Road to Berlin》。哇，啊，对，哎，来了，红军的故事，可以，可以，可以啊！啊，对，让我想起了这个二战时期一张非常经典的照片啊，是两个这个德军士兵举着这个牌子，上面写着还有多少公里到莫斯科，对，哦，然后现在这个可以反一下，哦，对，还有多少公里到柏林？对，行，可以啊。然后2021年呢，还安排了一个新的一个魔女作品，叫《音乐队魔女》吧。哦，然后他说这个就不是和以前那个打的就有些不一样了，讲的是一个那个偶像，可能是一个偶像系的吧，就会有一个那个唱歌的，然后表演一些音乐的这么一个新的航空队，就是打辅助的是吧？可能是 C 啊，是是是，对。然后导演的话，高村和宏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他有一个外号叫“古监督”吧，就是非常喜欢从那个一个低视角然后往上看啊，然后对特别细致的这么一个人，对，行，然后对吧？然后他喜欢他的作品，《强袭魔女》这个动画也是这个以露内裤为一个这个卖点，嗯，但实际上那核心的卖点其实是里面这个军事题材处理的非常好，是军事梗处理的非常得体啊，嗯，包括各种那个命名，还有一些那个剧情机设，对，还有机设的梗啊，对，这个游戏在我不看动画的时候就已经是个老漫画、老动画了。啊，我现在又不看动画的情况下又出了，是他太牛逼了，一直在持续的做一些东西，像包括前段时间也跟这个战争雷霆对日服有这个合作的活动，嗯，对。然后我记得以前强袭魔女有一个那个宣传语很经典，叫 If you want to fight, be strong。哎呦，然后不知道大家还听过一句类似的话没有，就是 If you want to be strong,嗯，then how to fight alone。 哦，哎，这可以，押韵对，是有点小押韵吧。嗯嗯，我觉得这个番改成我的 QQ 签名，社会语录，你也上我冲浪了，可以可以可以。因为我觉得这个番是属于这个军武，然后有萌元素番里另外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说不懂军武的人看这个萌元素就很好看的。还有少儿，对对对，然后各种元素齐全，但同时如果你对这个军事元素很感兴趣的话，这个动画处理的又很严肃，其实后面其实越拍越好了，对，各种非常好看，打起来的角度还有各种战斗画面，对，刺激，对。然后看一下 PV， 好像新的又更刺激了一些，哇，太期待了，嗯，是，嗯。然后后面是两个十月动画的，就简单说一下，一个是《刀剑神域》，2018年10月要播新的了，然后另外就是那个《魔法禁书目录》的第三季也是2018年10月播，哦，然后这两个作品就大家很熟悉嘛，然后这里就先不多说，然后。快播的时候我们再仔细聊一下，仔细聊一下啊，对对对，快播的时候，对，插播一条简讯，对啊，然后这个魔镜这是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入宅作，或者是伴随自己成长的作品，对，但我从来没有看完过，很尴尬啊，不好意思啊。魔镜我是确实也没怎么这个看完，但是炮姐那部炮姐的两部我都看了，都看了，对，
而且其实第一部跟魔镜的这个关系并没有很怎么说，就是并没有很严密的这种关系。嗯，对，它主要还是一个这种番外嘛，对，特别纯粹的番外独立。对对对，所以其实你没看过魔镜，单纯的去看这个炮姐的第一部也是一样非常完整的故事。但是当时真的有很多人真的不知道魔镜是，对对对，但是就只看过炮姐。确实就角色设定的好吧，对，然后可能很多人就一看这个作品以后就开始去了解魔镜了，也有这种情况。 对， 对， 有这种。 对， 对，然后下面要插播一条真人电影的这么一个事情。好，就是日升动画决定和传奇影业要去制作一个那个机动战士高达的真人电影。哦，又到了懂高达环节。其实是吧，是这样。对，我感觉只要你想播，每周都能有。懂高达听着特别像一个人的名字。是姓董是吧？对，董家，董家。懂高达还是 对， 对。然后这个新闻是那个七月初在洛杉矶举办的一个漫展上，然后公布了这个消息嘛。嗯。然后高达系列其实以前也有过一些那个真人化的企划，还有一些确实也有一部播出过的一个真人电影，但是就是确实做的不行，然后大家口碑也就那样啊。对，然后和传奇电影合作了，不知道又是一番怎样的局面，有没有那个谁之类的。然后其实我们看那个环太二里面也有一个那个高达雕塑就出现在那个电影里面。是，对，然后大家都以为那个时候高达雕塑应该是动起来了，应该结果没动，给至少给主角递把枪或者递把刀什么的，结果没有。对，像但是并没有这个画面。我们就期待一下这种。反正当时环太一的时候，大家不觉得啊，这是一个这个好莱坞工业水平的特摄的感觉，然后很爽嘛。嗯，可能期待一下这个，在这种就是可能说这个叙事语言下的这个高达，不知道让他能拍成什么样。然后我看一些讨论说，可能高达这个真人电影也要进入景天宇宙了。对，这就很恐怖。是能成为我母亲的人是吗？是，可以。然后景天这个，是，然后我看戏路很广啊。对，我感觉他戏路确实特广，什么都演过。对对，嗯。然后到高达这里面，就算初代吧，里面其实也有很多他能演的角色。哎，真的吗？啊，真的吗？那反正安排上了。那你要非要找的话，那肯定是有合适的。是是是是是，对是对 对， 对， 对。好，我们期待一下啊，演个吉姆吧。行行行，然后那个有个还是要插播一个哦，依然是一个学动画的，就是有叫《哥布林杀手》的一个那个作品，口碑相当可以，这个很有趣。对，然后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然后这个动画也是确定要十月播了。然后这个讲的是，主要讲的就是那个有一个叫哥布林杀手的这么一个冒险者，然后他带了一个小分队去那个专门去和哥布林进行战斗。哦。主要故事就这么一回事，然后动画是那个 White Fox 制作，然后脚本是黑田洋介，导演是那个尾崎龙琴这么一个人啊。声优方面还是挺好的，包括小仓唯，然后东山奈央，然后对对对，然后还有内田真理，对，还有山田智和，就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声优吧，日立洋子啊，对，哇，都参与了这部片的配音工作。我看网上其实还蛮多人都期待这个动画的，因为首先它原作小说还是怎么讲，就比较的重口味，算重口味吧。对，这个，然后有所耳闻啊，我也看一下漫画，确实还挺重口味，小说也是那样。好好，嗯。然后主角哥布林杀手为什么叫哥布林杀手，就是因为他专门去杀哥布林，然后为什么要杀哥布林，就是因为苦大仇深，他小时候就被哥布林给灭了门。对，哦，对，反正就是一个有这个血腥，各式有一些猎奇要素的。然后他装扮的话有一些类似黑魂装甲那种感觉吧，就是全身裹着厚重铠甲，然后眼睛上会露出那种带光线的那种感觉吧。是，听说故事结构很有这个就是跑团桌面 RPG 的那种风格，处理的就是很 old school， 好像是。期待一下。然后期待的是十月动画的播出。然后还有一个网络小说吧，也是要确定动画化了，就是叫那个我是蜘蛛又怎样，就是一个对一个女高中生，然后穿越到异世界变成蜘蛛，然后蜘蛛打怪升级，然后蜘蛛打怪升级，对，她确实是变成一个蜘蛛。对，我记得之前微博上好像有几个接下来的漫画片段，然后传得很火。我这小说看了很多了，对，很好看吗？就我突然某一天发现，就是有一个叫成为轻小说家吧那个网站吧，还是成为小说家那个网站，排名前十的，我居然都看过七八个，然后还可以，然后就是看完以后完全没印象，这个事情太恐怖了。是，就你看完二十多卷，你心里
小说也看好几天了，是吧？是是是。然后跟别人讲我看过这个，然后别人问你讲什么了？讲什么？哦，好像，对，这个就是轻小说的魅力所在啊！是轻度嘛，是吧？行行行，看完之后根本不记得讲了什么。不过这个对于很多生理上看到蜘蛛受不了的人来说，也不知道这个动画能不能看、啊。但他应该这个穿越过去之后，他变成这个蜘蛛，应该也不是说就完全。完全拟真的这种是蜘蛛啊，蜘蛛形象就确实是蜘蛛，就是一个纯蜘蛛形象。对对对，想想我都看不下去。然后道理感觉一出生就是在一个蜘蛛巢穴里，周围都是小蜘蛛，旁边是有小蜘蛛、大蜘蛛，然后它也是一个很普通的蜘蛛啊，从头开脸。对，反正就这么一个东西吧。摇曳露营又出了一个新的周边，锤子，天天都在凿子，这回是凿子是吗？钉子啊，这回就出了一个是那个锤起子呢。叫三明治机啊、不是工业的，就是餐具是、啊、家具好吗？嗯，然后起子不错，可以当冰箱贴贴冰箱。对、啊，好好好，就三明治机它有什么特色呢？就是它不是那个要压嘛？对，要压那个上面印了一个那个动画里面是智魔灵的头像，哇，然后也是一个 Q 版的，挺可爱的。可以把这个头像印在这个面包上边，对，可以印在面包上，或者你印在自己身上，是吧？我要在你的脸上吧，可以可以，这有点好。在你的脸上印一个难吃印子，对，反正大家用的时候还是注意安全。是是是，对。然后售价是5400日元，然后人民币就300多块吧。嗯，对。然后好像9月正式发售。嗯，摇曳露营那个周边真的是很多，现在看来，对，尤其是它已经超脱了大部分这些动画和漫画作品会制作这些周边，比如说小的挂饰啊、海报、抱枕等等，它已经彻底进入了这个人们的就是生活领域，普通人的生活领域。没错，我在期待它以后出什么登山镐之类的。它应该和一些大的牌子去联动一下，它那个椅子，然后对对对，然后再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个帐篷。对，我觉得跟迪卡侬来一下，对，还比较便宜。是啊，对，这个大部分人都能负担得起啊，可以可以、啊、然后天书好像要插播一个新闻是吧？对，我先来说一个啊，是这个机动奥特曼是 Netflix 决定将这个作品进行动画化、哎、预计呢是2019年春季在全球的这个 Netflix 平台上推出，可以。嗯，然后制作呢是这个Production IG 和 Solar Digital Arts 这两家公司制作、嗯、然后导演呢是神山健治和荒木伸治这两位，对，嗯，神山可以弄个这个，我感觉这 Netflix 真的算是能拯救这个日本动画业界、啊，就请的人都比较牛逼，往回爸爸大笔一挥，有钱嘛，全是大腕儿、啊，而且这之后，兽屋和万代也先后公开了自己要制作这个作品。塑料拼装模型的这么一个消息，嗯，不过两家同时制作这个同一个拼装模型系列，这也挺逗的，这个大手笔哈，这个营销在这个同期开始，嗯，其实2年前这个 SHF 万代这个可动人偶系列已经做过这个的模型了，而且去年吧，我记得千之恋也出过两款，然后赛文那个拔刀那个出过，然后我再插播两个简讯啊，一个是这个。南方公园，南方公园这个续作呢，就是第22季呢，将于今年的9月26日开播。好，好，哎，这个好，这个暂时还是有的，因为从去年的消息来看呢，其实已经被续到了第23季了。哦，嗯、可以接着看，咱最起码还能看到2019年吧，就是这意思。嗯，然后另外一条呢，就是这个假面骑士时王。这个大巴也知道的这个消息，都确定了要新作吗？对，然后他现在、下一座，对对，形象已经出来了，而且从这个海报来看啊，他身后有各种各样的碎块的平成假面骑士的各种画像，哇，所以可以确认他是像之前那个 Decade 一样，是在各个世界中穿越，会拥有一些历代假面骑士的能力，对，然后会有一些新的皮套，是的。然后我挺希望能达到 DK 的那个高度吧，因为之前那个演员不管气质还是说那个假面骑士那个皮套其实都是很帅的，好、嗯、但是没有透露更多包括变身装置相关的细节，变身装置暂时官方没有说明，但皮套来看它这个耳朵这块是有那个表冠的，就可以拧的那个、哦、然后它这个两个眼睛呢是你仔细看它会用是片假名的 Lida 就是骑士的那种形状、哦、写的对、哦嗯、就是没有跟还没透露跟腰带有什么关系，现在基本上
具体怎么变身啊，或者有什么形态，都还没有不知道。对，应该过一会儿就知道了。对，也不用急。他有那个手腕上的那种两个装备，就跟带两块表一样，看着很奇怪。那 build 演完了吗？快完了 ，build 快完了呀，快完了是吗？对，然后快播完了，然后感兴趣可以去从头补一下。对，是我现在别人给我塞了两集，我看了一下，然后这个。不知道怎么看进去了，上瘾了是吗？对，看那摇瓶看了贼嗨，不知道为啥，还拧一下盖卡，我当时觉得贼爽，不知道为什么。哎，也到了可以看假面骑士年龄了。是是，关键他这一座的语音就特别多，然后听得特别炫。对，然后你可能会被那种语音所感染。是是，挺魔性的这个系列，感觉有点入坑，就突然入坑。对，突然看了一集，觉得哎呵，居然有点意思啊，有。好，然后全是形容词啊。对，就大家说想听一下那个 FGO 和哔哩哔哩最近的一些新闻吧。非得口播这个事儿吗？啊，非得播啊！就大家都很关注 B 站，也很喜欢玩 FGO 嘛。是是是是。好，然后其实最近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哔哩哔哩下面就运营了一个代理了一个游戏吧，叫 FGO。然后哔哩哔哩也代理过很多游戏，现在也有很多游戏是哔哩哔哩就代理运营的。然后。最近是赶上了那个 B 站九周年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其他游戏都会发放一些那个小福利吧，然后里面有一个游戏叫 FGO 就没有发放这个小礼品，然后就莫名的引爆了，就是可能之前大家对这个 B 站运营 FGO 的一些怨气吧。嗯，然后主要是这个事情就是官方微博和游戏公告也没有详细解释。对，嗯，然后对于不太玩手游的人可能看来就是一个游戏就少发一次东西嘛，那一个月发那么多次，少发一次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对于就了解这个游戏的人来说，就意义就不一样了。是的，首先玩这个东西，就玩 FGO 的人就是算是非常多，而且那个 FGO 也是就在 BDB 的营收方面是占了挺多的，好像是在游戏的营收方面是占了70%吧。对，算是那个主力的一个营收项目。而且就是好像是目前啊，就最近几个月来，就关于那个 BDB。FGO 运营方面的话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是的，对，但其实我觉得最开始的话就很多人都说国服的运营还是比较给力，就是小福利啊，小奖励啊，给的挺好的，还有一些补偿方面都是给的勤快，然后出卡概率什么的也还行，然后出现一些问题也会跟玩家沟通什么的，然后解决速度就保持在一个比较快的程度啊。然后怎么讲呢，但是最近突然就是有些问题可能解决的没有那么好啊。对，然后就其实在我的印象里面，其实国服的 FGO 还遇到挺多问题的嘛。对的，就首先它是如果从一开始的话就经过了一次那个卡面的和谐那个事情，嗯，就整个在一张卡上面那个角色没了，然后先 对先空着，然后说以后再放。 对当时这个事情好像也是反响比较大。对，然后国服也是一个那个完全是不禁止 root 的版本嘛。对，然后一些游戏外挂包括一些脚本的话就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处理的时候充满了争议。对，然后到一些那个全服合作的大型活动或者大型本的话，然后就会出了很多事儿。对对对，可能就会给那个服务器很大压力，就给普通玩家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体验。没错，对，其实日服版本是全面禁止 root 的，就是对，就你 root 就完全用不了这个开不了游戏，基本上都是正常玩家吧。对，但是国服没有办法，因为是首先是一个国企嘛，基本上手机方面的话都会去选择 root 去装一些插件。嗯，然后游戏如果你是在我们中国禁止 root 的话，对，确实很不方便。是的，反正 B 站之前就是在九周年前后的这个公关危机前后吧，可能目前来看处理的不算特别得当。对，然后导致这个很长久的玩家的这种抵触和负面的情绪爆发出来了。是，而且最近就是也是前几个月吧，就是国服的 FGO 推了一个他们自己的那个充值商店。对，然后这个事玩手游是要充钱的嘛，然后闹得很大。充钱的话你可以有很多种渠道，然后他们官方推了一个，但是那个好像这个店就有点问题。首先是有人去翻这个店过去的一些那个历史吧，就发现这个底子确实不太好。对，有一些那个就看上去不是那么正规的感觉啊。然后后面就是充值嘛，充值要给一个回执单，这个店好像给的也不是那个正规的回执单。对，有人去确实是经过对比和比照，发现给的回执单也不太对。反正这个事儿可能是九周年公关危机前离得最近的一次运营危机，然后反正就是事儿都压在这儿，然后九周年把这种情绪引爆了。对，然后其实引爆之后呢还挺有意思的，
我看一些论坛里面就是 NGA 嘛，就是有一个叫七月不氪这么一个活动，嗯，就对，就搞了一些很奇怪的玩家运动。对对对，一些运动嘛，就是七月就无论他出什么活动或者是对都不氪，有什么角色吧，我都是不给这个游戏充钱，就是或者充值什么的，迷之运动，大家运动运动。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发票战争啊，发票，对，这个事情可以跟大家说，就是发票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对，就是首先那个游戏充值的话是要有那个正规发票的嘛，嗯，对，其实大部分都是能正规要到的。然后其实但是手游的话你就是在游戏里面直接充值的话，嗯，大部分人都不会去在意这个事情。对对，然后因为是大家有很多怨气嘛，然后又找不到什么就自己发泄的方式吧，嗯，对，就有这个聪明的玩家找到了一个这种给 B 站的财务方面施加压力的这种方式。毕竟 B 站刚刚上市嘛，嗯，这个财务相关做账什么的就是本身就比较敏感。对，然后就大家蜂拥而至去找 B 站要发票，然后这件事情就也不知道现在结果如何。其实这个事儿现在都已经平下来了。这个事儿之后是当时我也是在这个 NGA 上看的，嗯，说这个有很多人呢去管这个客服不是要发票吗，嗯，渐渐的呢发票这两个字就变成了屏蔽词，啊，对，你发不出来是啊，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对，但我也不敢保证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就反正是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了很多的这 个对关于这件事情有很多传言吧。但其实要发票这个事情还挺正常的，像我们平时滴打车什么的你都是能要到发票的。对对，而且还是能够是正规的哟，都不是什么自己弄的一个那个回执单什么的，嗯，是的。反正这个事究竟是为什么，反正 B 站方面的解释包括这个日本的这个版权方不允许他参与活动啊，还是各式各样的解释，包括后来这个陈瑞举办的这个抽奖，反正就是抽奖确实有点怪，那个抽奖搞出了很多奇怪的这个来回动荡的这个传播的效果，各种正面的负面的，对，然后这玩家百态，反正这个事儿很有趣啊。但是到现在为止其实也没有盖棺定论。对对对，然后最近也是那个也上周吧，这个月初的时候官方微博，就是 FGO 国服的官方微博也是给了一个道歉信，嗯，就态度还比较诚恳。对对，但其实有人接受，但也有人不接受嘛。对，但其实你道歉了，你道歉有什么用？你给警察去道歉啊，对吧？对对，是。反正没有什么赔偿措施呢？具体还没有，就是聊，因为这个你又很难说他要赔什么，他赔什么呢？对，赔偿的由头也没有。这个我觉得手游包括一些网游运营啊，处理跟自己社区关系的时候，这个事儿其实很微妙的，是大家这个。它还不像是这个某些这个单机游戏或者是一些竞技游戏，嗯，它这种长线跟过日子似的这样一个模式，就要处理很平稳的处理好这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吧。对，嗯，所以也看也不知道这个 B 站的 FGO 究竟这次这个公关相关的这个危机最后落到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公关团队和社区经理真的非常重要，没错，对，千万不能忽略这两个东西。对，所以这事儿其实还没了，所以我们其实也没。之前也没怎么细说，但最近就是慢慢的平了吧。嗯，我们就提一句，我们事儿这么爱找事儿。对，就是这事儿本来要平了，然后提一句，然后就开始了啊，跟新的似的，这么欠，嗯，我们的太欠了。是，然后怎么讲呢？还是希望那个就国服游戏吧，能够运营的就越来越好。然后没错。祝大家玩手游的时候能够开心快乐吧，不要玩得开心，不要大家都能更真诚一些，哎，是，啊，是，都不要被这种一些奇怪的事情就干扰自己正常的游戏生活。没错，反正玩游戏就是为了开心嘛。没错，对，其实这个事情到最后都是一个摆立场、讲态度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对对，其实都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论据。对，对对，你说落能落到哪也落不到，很难落到哪也落不到哪。嗯，是的，对。然后我再补充一个新闻吧，来。是这个穿越时空的少女啊，哎，这个官方网站上呢，从前段时间开始就突然开启了一个迷之倒计时。好，对，但并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今天呢，我又上这个网上看了一眼，然后显示的是倒计时还有两天，对，然后这个还在走这个倒计时，然后突然就是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就是它有一个那个你可以听的一个那种。就是有点像这个类似很短的广播剧的这么一个东西，嗯，在网站上你可以点，但那个点了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用，就是听听。然后我这个在网上查了一下啊，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哎，这个万代说要出一款穿越时空的少女的游戏。好啊，我的妈！对，然后呢，当时呢，在这个法米通上，在一些杂志上面也刊登过这个消息。
它是一个这个文字冒险游戏，然后有多结局什么的等等这种。但是呢，渐渐的这个游戏就消失了。对，就变成了这个独角兽一般，就是梦幻中的游戏，对，就消失了。幻之游戏，哎，幻之游戏，本来是被安排了，但感觉是有内鬼。对，然后终止交易了，终止交易，终止交易了啊！对，然后就是这不是也2018年了吗？是不是20年了啊？但也不好说，哎，所以觉得等2天之后，这新闻节目可能当时上了，对，可能就有什么新的东西要出来了。啊，当然我不是很希望是游戏啊，嗯，对，我还比较希望是一个什么续作之类的，或者重置这种。怎么续啊？然后他们自己生儿育女，然后又穿越一波是吗？你可以讲完全新的人的故事。好好好，对，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嗯，期待一下。嗯，然后刚刚说到这个 B 站呢，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说，又挑事、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是我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的。但我不确定这个消息是否是真假，啊，但是我看到了，就是说大家就听一嘴先说某一个这个租房平台啊，哦，跟 B 站合作，说在上海地区呢弄了这个二次元公寓。是的，还跟这个那什么叫二次元公寓呢？就是这个房间里啊，就是装饰了一些这个非常高尺度公开处刑的东西。七月的这个新番动画《春原庄》的这个管理员，嗯，然后的一些主题抱枕，和这个海报，就是贴在你那个住的公寓的墙上。是的，对。然后，但我也不太懂啊，这个东西，反正人说是二次元公寓，那就是呗，挺好。对，然后呢，更有意思是呢，我今天啊，在微博上，我本来想再搜这个新闻，但我突然不知道我应该搜什么，所以呢，我搜了一个二次元租房。然后让我震惊的发现啊，这是一个在微博上的一个标签，是吗？啊，对，有很多人用这个标签来发东西啊，发什么？主要发东西就是这个，比如说像求合租啊，嗯，等等这种，或者说就比如说自己的舍友要搬走了，然后就是在找一个舍友这种感觉，啊，对对对。然后，但我其实看到最后，我也没弄明白，就怎么才能算二次元租房？是呢，就是二次元租房和租房到底有什么区别？可能想用这个标签来直接找一个同号吧，就是来一块租房。对，哎，你也是二次元是吧？但是这是比较好的思考方法，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就。可以聊聊，是。那比如说，我喜欢看这个，比如说我喜欢看这个 Darling in Francis 对，嗯，然后你喜欢看舌头转不过来，南方公园，对，那咱俩是不是都算二次元的？是，我想说这个面涵盖范围太大了啊，嗯！你看，如果我们两个，那如果我们两个都看白色项目呢？对，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标签应该，对，我这样应该细分一下，就比如说你是看什么类的。对，什么类动画，然后或者说这就租的房子，只是租个房子而已嘛，哎，你还要我爱我家和那个各种什么链家什么的，然后选那个区域分类，还要选一下自己爱好什么，对，爱好作品，对，人物，机甲，对对 对, 对, 对，行。啊，对对对，反正是我觉得他应该细分一下，有够疯的。对，反正我看完之后，我对这个标签不是很满意。是啊，诸位产品经理听众听一下，这个可能是有新的需求。是这个二次元租房这个标签，我觉得它是可以用的，但是还是需要再细分一下。对啊，有意思啊，免得在打架等之后。没错，对，挺麻烦。听跟相亲似的啊，我就补充这么两个好东西，嗯。然后下面是一个那个最近看什么动画的那个环节，嗯，有什么要讲的？不播国家队吗？等会儿再说吧。来，先要不四川你先开始。最近对这个翻了一圈这个七月番之后，虽然就是有很多特别就是口碑已经爆炸的各式各样的动画嘛，好，嗯，比如说这些现在开始萌血小板了，大哥们，我也是啊，工作细胞真的很好看，对，服你们。但是我扫了一圈之后，其实。我只有两部就是坚持看下去了，嗯，哦，一个是刚才说的这个管理二次元春原庄的管理员，对，但是我想起我当年是非常鄙视这一类就管理员系列的，不只是管理员系列，就是这种非常费萌，对，而且迷之就是不只是费萌，其实是很这个服务式的，啊，官能式的作品的，带一些后宫要素是吗？对，然后没想到这次我看进去了，我觉得我哎，
只能说岁月留下痕迹吧。可能是有亲身体验是吧？没有什么亲身体验，你租房嘛，问题在这里，长大了、哎。那你是不是觉得是你变了，还是说这作品变了？可能是我变了，这思想应该是我变了啊。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老鹰鹰就不吹了，最近那个没怎么看 啊, 最近看那个无垠太空看挺爽的，但是美剧也不多说了。嗯，然后另外一个是随便翻，真的是随便翻，然后。挺巧的，就是我这边把它翻出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个 B 站这个动漫相关的这个脱口秀视频制作组，这个好叫范式做的这个新番的这个解读，然后他正好推了这个 Planet Within， 好行星与共，然后非常的对我电波，是个非常非常电波系的作品。说实话，第一集看完之后，感觉这个作品真是绝了啊！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就是非常好看，就是喜欢，对，非常喜欢这部作品，就这个应该会看下去，而这个。上次我说什么 Island 什么的，我居然一集都没有看完，非常尴尬、啊。就是说了一下，对，感觉看不进去了、啊啊。包括什么 Overlord 啊，什么这些都没看进去。我说咋回事儿啊？咋回事儿啊？反倒是就是有一集看了一半，这个倒不是因为不喜欢，是中间有事儿，然后放下之后就是没有啊，就没法再捡起来。对，然后反倒是激起我回去再看看小说的一种冲动、啊。嗯嗯。所以可能这个剧先不看了，最近就是估计七月档。把这俩看完，好，好，别的再说啊。还有这个游戏三十娘哦，就三个女傻子是吗？啊，对，很不错，对，那个我也看了，对，挺好看的。然后，但是目前没有激起我这个看的，就追着看完的欲望，可能是等它出完之后再看。嗯，是这个想法，嗯。他也是一集就是三个人就玩一些那个游戏嘛，对，然后也傻乎乎的，对，傻乎乎的，嗯，对，可以、啊，我就先说这些，别的什么《轻羽飞扬》啥的，其实我都看了，但是，就不展开说了啊，留给各位说、嗯。好，来，天叔呢？我呀，那个我看了那个《深夜天才傻鹏》这个动画，好，嗯，这个动画呢是根据这个1967年在这个《周刊少年 Magazine》上边这个。连载搞笑漫画《天才傻鹏》改编过来的、哦，然后上一次这个作品动画化已经是18年前的事儿了。哇！最后一次是2000年的3月份吧，我记得是、嗯、应该是播还是12月份播完的。对，然后这个一上来第一集就跟那个阿松啊什么那种感觉差不多，时隔这么多年，他要找到这种新元素，然后又有老东西，对，特别的突破那种第四面墙的那种演出方法。哦，第一集讲大概就是他那个傻鹏他爹那个留着胡子那个大叔扎着一头巾的那个，就说我们要改变，就找那个就自己跟自己的对话是吗？对，就跟家里人说家里人要改变，去那个上野的一个小医院，一进去说那个你要把我变成什么什么画风的样子、哦、然后那医生说那我这儿割包皮的说什么后来说但是你先别急，我认识一朋友，他进了一怪医黑杰克，然后给他做了一手术、哦哦、就是这样的模式。对，然后最后求变到什么程度，就是他那个有一个扫地的角色大爷叫雷雷雷，然后这个雷雷雷后来直接变成扫地机器人了，指挥叫雷雷雷，成天在地上跑，然后最后一下，他那妈妈很生气，说你变成这样了，基本是一怒斥，然后把整个画风又还原回来了。哦，这个第一集，对，开场很热闹。对，没错，那个值得一看吧，算是很搞笑，也比较胡闹的动画作品。然后剩下的那个游戏三十娘呢，其实我也看了，感觉非常不错，里边基本全是表情包素材了。哦，对，就那种感觉，而且他那个所谓表情包可以截出不同画风的，是，对。还有就是春原庄管理人我也看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根据死歌漫画改编过来，这个小男孩与这个比他年长女性这个题材啊，在男人为男人服务这个出发点可能就会变成这种作品，是的。但是有另外一个我看过的漫画啊，现在没有动画的话，是这个叫《我的少年》，讲的是一个30岁的白领和一个住他家附近的一个小男孩的故事。那个其实是从女性角度出发，细腻讲的很对，讲的很感性的一些东西。哦，基本这个点就在于这个女的和这男孩互相有好感，但他们之间又说不清是个什么关系，是家长、大姐姐，还是说那种人生导师啊，还是很有层次，对，对，还是说是这种爱情之类的、啊，根本说不出来。你生的故事什么？基本就现在是出到第4卷还是第5卷了，我忘了。反正之前是在日本那边的时候，倒是一直在看，口碑很好，
对，他那个是当时的漫画新作里边的评奖某一个奖啊，但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奖项了，就是比较靠前的排名，哦，对，前十的那个。突然有些兴趣，对，嗯，我打算看一看。对，嗯，行，那那你俩接着说说。我来说啊，我看了这个高分少女，好，嗯，啊，然后确实跟漫画的风格保持的很一致。24分钟打了15分钟，对对，这个动画呢，其实它漫画就是这样画的，就是画画故事，然后突然这个玩游戏，给你讲一些这个游戏里的一些技巧的这个讲解。哦，就比如说他这个角色突然很吃惊，说对面用了一个什么什么招，然后下一格就变成说这个招是什么什么，然后是怎么设计的，是如何发动的，什么怎么着这样的。对，然后这个动画也保持了这个风格。哦，啊，然后。其实没有什么太可说的，就是后街女孩看了吗？后街女孩我没看，我不是很想看那个，哦，是吗？啊，对，我觉得他有点就是完全就是冲噱头，你知道吗？哦，就是主要是他那个动画一个原画师就 PPT 嘛，对，真的 PPT 动画特牛逼啊，可以配音动画，对，声优演出非常棒啊。对，但是说实话，这题材我不太特别吃，就是电波没合上，嗯，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觉得挺逗的，需要一点听一些这种声音会表演吗？还是对。其实我突然看这个后街女孩，包括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突然想起来一个之前的 OVA 的动画，叫那个应该叫魔形少女。啊，来了，魔形少女有意思啊，就是那个也是出了很多表情包，又疯又傻，是吧？对对对，就是这么想，有一些很美好的回忆啊，非常有趣，对，非常胡逼啊，是，对，直接把别人小姑娘脸往墙上打，对对对，非常棒啊！这个虽然不是新番，大家如果没接触过，请这个感受一下，嗯，非常棒。对，然后说啊，高分少女，反正就是喜欢漫画的朋友，或者说喜欢这些老的街机游戏或者老的家用机游戏的朋友，可以看一看，这个质量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嗯，特别游戏画面还原很好。是，对，这个也是现在这个有版权了，就纯放开做了嘛。对，做了贼精致，对，做的非常开心，他们估计也是啊。嗯，然后看了 Free， 好。Free 还是好看 ，Free 我也看了，你先讲啊。我其实这个我之前也说了，我对 Free 里边的这些故事和角色并不是很感兴趣。嗯哼，对我感兴趣的还是他们游泳这个点啊。对，然后这一季呢也对游泳这个还原的也挺好的，因为上来就是第一话上来就开始游自由泳嘛，是，就是他们升入大学了，然后进入大学社团之后说上来先这个大家试验一下，看游的这个成绩到底怎么样什么的这种。哦，对，然后。男主又是来了一个这个自由泳啊，嗯，啊，看着也是非常的爽。好，哎，我想问一下，嗯，他们是考了同一所大学吗？都不是，不是，没有，没有，是分着的，各自有安排，啊。然后甚至还有这个还没考大学的人。哦，对，然后也多线叙事啊，对对对，原来如此。嗯，然后发现就是现在这个福瑞第一季演完，如果你没有看过前面的话，发现你很难去。就认识几个人吧，因为人物太多了。我觉得你不需要去认识他们，你主要是看游泳，那不是很重要。那你看到，那你看到的，你看到第二集第三集的话，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我个人啊，我个人特别喜欢那个 Free 里边那个特别会游蝶泳的那个人。你也是放空自己看别人游泳啊？啊，对，就是看别人游泳。可以，就为什么我喜欢这个角色呢？啊，是因为我游不了蝶泳。啊，那蝶泳真的很难游。对，对，有技巧嘛？就这四个泳子里，唯独蝶泳我游，我可能你撑死我能游10米。对，对，这个动作，尤其是你不用这个蛙泳的腿部动作的话，超级难掌握。对对对，这个对这个腰腹力量啊，对手臂力量要求的。所以我从来都很羡慕会游蝶泳的人。是的，对，然后包括平常去游泳的时候，假设说看到有人在游蝶泳，我就在那看一会儿。对，因为蝶泳真的就是游不好非常难看啊，对，游好了之后非常的优美。是的，对。不知道为啥说起这个了游泳真的是很不错的运动，对，希望大家都尝试一下，嗯，突然又变成一个运动 pro 节目。对对，然后包括我这两天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腰突然就废了，对，就是腰巨疼然后就是但其实就是说这个因为我在网上查的时候，就比如说像这个腰部有些像什么这个腰肌劳损啊，或者说什么一些疾病的时候，嗯，其实适当的进行这个游泳运动是有好处的。中年健身节目啊，对对，你看我这还有这个，对，我这还有这个柠檬泡水，嗯，特老年啊，反正特老年。是，对，反正 Free 对我的魅力就是在看别人游泳之上。好，啊，我真的不在乎那些角色。呵，行吧，
对，然后差不多算是这个同一个题材的，哎，也不能算同一题材吧，就是这个碧蓝之海。嗯，这个我也看了。因为这肯定不是同一题材，对对对，但是都跟水有关系嘛。好好好，看水啊，对，就主要是看水，就它有一个这两部作品都有一个标签，就是水，对 ，Too much water 嘛。然后这个也是之前在咱们网站上有一个人写过他的漫画介绍，然后当时写完之后我就很感兴趣，但是我并没有时间去看这个漫画，然后突然发现这个七月番动画里有他，然后看了第一话，觉得。非常的胡闹，这个对这个动画对，然后我以为它是一个主要讲潜水的动画，但实际上其实讲的是一些别的事情啊、哦嗯，对，主要是讲喝酒嘛，第一奇奇怪怪的事情哦对，那有意思、啊。但是潜水这个题材也对我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好，对，就喜欢折腾这些、潜水真的是非常好玩，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这个潜水，没有没有啊，这个我第一次潜水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自己差点呛死了，对，就是当时我还年龄比较小，上初中吧，然后去的海南那边，然后去潜水，然后就是我在下去的时候，我自己那个氧气瓶的那个出气的口我没咬住，然后它就飘了嘛，然后飘之后就慌了，然后慌之后就觉得自己可能要死了，但是那个教练非常专业，去世，对，但是那个教练肯定是非常专业的，然后直接就给我拖上去了，然后但是虽然啊，当时让我觉得我可能快要死了，但。并没有给我留下这种心理阴影，还想去，反而让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哦，对，然后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但是因为你住在北京，其实就很难有机会去体验潜水嘛。因为你要去的话，就得去别的地方。是的，嗯。然后包括现在有些地方，这个海边都比较坑人嘛。嗯，对，也大家都不是很敢去了。但是希望大家。就是有这个爱好的话，去体验一下潜水的感觉，好，真的非常的美妙，嗯啊，好，行吧，对，就这样，我想差不多。但其实跟动画也没什么关系，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想看了，对，就是就很想看了。但动画主要还是讲第一话，主要还是讲喝酒啊，对，是，然后就是喝完酒以后脱衣服讲的哇，裸体喝酒啊，对，这么有趣啊，对，对。但都是男性裸体喝酒。是我现在就打开 B 站，觉得想起了一个动画，好。叫这个千枪式啊，哦，女性向游戏改编的，嗯，然后当时我没注意这个标签，但是我看题材是讲那个枪的拟人，是啊，是男的就男的，而且他是老的那个碎发枪啊，看了两集，对，当时我想都没想就点开了，然后就上瘾了，也没有，就真没看清，没看明白，真的有点，对，有点那啥，咋回事啊？咋回事啊？这个怎么明白啊？对，这个碎发枪射速这么高，我也是震惊了，特别牛逼，但是嗯，反正。可能不是受众不是我这样的，反正就是这个，它不是女性向，女性向游戏改编嘛，对对对对，就游戏粉丝应该觉得改编质量还可以啊，嗯，所以就提一句啊，给我留下了一些这个深刻的印象。枪男人嘛，对，枪男，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需要一个女嘉宾，是对，就是能够弥补咱们不太喜欢看或者看不了的那种。没错，我们现在聊了，我看了我也不好聊，你知道吗？也不会聊，而且我也其实特别好奇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就比如说。咱们看女性像动画，就比如像四十二看的这个动画的感觉啊，和女性在看，比如像这个春原庄的管理员，对啊，的感觉是否是一样的呢？嗯，可能是不，我非常好奇。对，那下一期我就不用来了，你们来顶替我的。我撤了，那个我撤了。对，反正就是投票选，然后下期会有一个嘉宾要变性是吗？是。是谁让幸运的？找那个黑杰克拉一下。对，突然这个节目就变成一个俄罗斯轮盘节目了，有点恐怖，有点意思。反正如果有这个能回答这个问题朋友，请在评论区里边留言。然后最后想说一下，因为我看这个《春原庄管理员》，不得不说啊，现在这个打码的技巧是很强。B 站官方打码的技巧已经变得越来越这个娴熟。对，除了像这个有没那么需要打码的地方啊？不，对，问题就在于他。这么说吧，就是有些动画是真的码很重，然后它还是传统打码，就圣光加暗影了啊，像刃牙这种满屏就在那看黑屏的，是不说了。刃牙看你，对，太傻了，真弟弟这个是吗？是，但是像这个管理员小姐这个，她有些地方就是她会用一种在风格上迷之接近这个动画的元素的方式去打码，嗯，然后有些是一些非常。奇怪，就是有些出戏，但是似乎有些表现，
就表达效果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拿一个画啊画那儿，或者是用这个拉这个禁止的这个袋子去打码。哦，好像都是这个 B 站引进的时候的一些，就是有一些针对性的打码方式。我当时十分的震惊 啊，这个现在这个为了让他能让能播啊，能播，对，能播确实不容易。这个作品是哔哩哔哩出资赞助的，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是不是因为 B 站制作的时候，我记得是第一个就是 Bilibili,、啊、对，好像这个作品有 B 站出资，所以他这个深入了一些制作，弄了一个，那不是那个二次元租房是吗？对 ，Island 好像也有，啊、就不是打码这个倒不是，我是说这个打码这件事儿、啊，然后让我这个觉得很神奇。像以前我上一个印象中就是说打码打的很有想法的是这个。百花缭乱啊，拿那个墨汁墨汁嘛，点屏幕上打码、嗯，但是它还是有明确的码，这种感觉街霸四。但是现在这个打码居然都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让我觉得十分神奇啊！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边看一边想，已经想到了一个另外的方向了。对，真的很厉害，因为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嗯，真的还打的还挺流畅的，就是正好就觉得好像是某种演出似的。把它挡上，后来发现不是，好像原版没有码啊，嗯，所以就很神奇，可以觉得很神奇。但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再说一说这个工作细胞啊？哎，来，你来，毕竟是话题做嘛。但我看了第一话、嗯，我觉得这个血小板是挺可爱的，是，但是我真正喜欢的是战斗画面啊，特别就是非常的帅，很有张力，非常的流畅，对对，战斗画面，但是。这个东西我也是这个前两天咱们网站上不是有篇文章嘛，嗯，一个这个学医的朋友写的文章、嗯、然后说这个动画确实是在讲一些这个比较正确的免疫学的知识嘛，有一些科普要素，一些科普，对，但我在看的时候我完全把这些都忘了，都给屏蔽了，可能啊没听啊，对，然后但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忘了之后，然后你就纯看这个，就感觉好像这个动画的节奏什么之类的还是有点问题的。哦，对，就看着没有觉得很那个，就是一气呵成。对对对，已经静下心来开始发现动画的问题了。对，就是角色设计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嘛。啊、对，然后故事其实它也没有，它肯定是这种一集一个故事这种嘛。对，是一集跟你介绍几个小知识啊。对对对，然后但是你整体看来就觉得这个动画就每集的节奏可能都不是很好。对，就是你很你把它你觉得好地方都抛除开，其实觉得这个比较一般，这个动画作品，哇啊，那可能这两部分就是不能被抛弃了，你知道吗？就是相辅相成，但是这样也不太对。这那如果这个是你不能抛开的话，那就纯变成说这个动画哪儿好，是好在角色可爱和有科普上。不过确实有些作品就是这么好。好，你总结的好。那这跟动画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对吧？你换成一个别的这种介质载体，对载体，它也是一样的嘛。但它毕竟是个动画，说的有点深度。好，嗯、说的好，对，希望有人跟你进行更多的互动，是吧？是，对，线下的，可以，对。然后巴士看什么了啊？最近就是《天狼》，就是很多人都期待这个动画嘛。对，是那个 PA Works 的一个原创动画。嗯，然后导演也是一个名导演，叫安藤真玉，他以前是导演过那个。一帮人吾皇论坛这么一个作品哦，这个对，然后天狼这个动画讲的是那个吸血鬼与猎人之间的战斗，然后第一话有昭和，然后有一些上海，然后也有日本，对，就你这么说的话，能点出一些很有亮点东西，但其实你第一话看完之后发现没有这些，就是他那个你想看的东西比较少，他第一话如果我说的话，他是有猎人大哥和吸血鬼之间的打斗的，嗯，但是中间有一大段是那个猎人跟着警察，哎，去破案，对，哦，啊，一破案就扯淡，你知道吗？哦，明白。但是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题材的朋友，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个，这可能说远了，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就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个都市啊，然后吸血鬼、狼人、猎人，然后在都市中的这种对抗啊。这种架构它的文化源流可以向上追溯到一款这个 TRPG 系列、嗯、叫做这个黑暗世界，嗯，一般也叫 WOD、啊、World of Darkness， 这个当年或者说在欧美的 TRPG 跑团跟当年是跟这个 COC 克苏鲁神话 DND 龙与地下城并称三大类，嗯，三大之脉，就是这三类是这个风格
就是各自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的一个作品啊。然后像这个 World of Darkness 在这个进入到近现代之后，因为可能迭代的做的不够好吧，然后可能本身这个内核过于硬核，渐渐的就是在玩家群体上比较封闭了。但是它所影响的一些后续的包括新时代的吸血鬼题材电影，就是你能看到很深的暮光之城。对，暮光之城之前还有这个叫什么黑夜传说啊，这种结构其实都继承于这个对他的这个喜爱。嗯，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觉得天狼这个剧这种结构你很喜欢，你可以翻一翻老的这个黑暗世界相关或者受他影响的一些影视剧啊，嗯，可能都会对你胃口。嗯，但其实天狼这种剧，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很简单的架构吧，就有一个期望。对，就我看之前我期望他第一话干的你来我回怎么样的，就是第一话你就不用介绍吸血鬼和猎人了，你就上来先来一段追车戏，对吧？哎，对，吸血鬼在前面开车跑，然后上面站一个狼人什么的，然后你后面就跟着一个猎人的车 爽一把，先爽一把、啊、爽一把，你爽个五六分钟嘛，中间十五分钟你再安排一个那种，比如说我们这边猎人有女性嘛，就安排一个女性去、啊、吸血鬼不是都很喜欢那种就吃大姐姐的血嘛，对吧？这你就安排一个这种、哦、是吗？有吗？有这个。他动画第一话也是这么安排的，哦、对，是这么安排的。你就可以安排一个这种大姐姐，然后进去来一个探，就稍微有点这个侦探要素吧，去就是他们巢穴或者安排那种文戏啊、哦，对。然后到了那个关键时候来一个大反转，对，每个人都秀一下自己绝招啊、哦，对，比如说第一集皆大欢喜拉倒，秀一下自己绝招。是啊，因为他是猎人，肯定有自己绝招嘛。像主角是一个三节棍嘛，啊、然后用这个，然后会有一些那个，然后里面有个用枪大姐姐，然后好像枪械他就是拿出来亮了一下，给大家看了一眼，然后结束了。然后有一个壮汉，然后有一个年轻小哥，你看完第一话你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特技，然后所以就觉得第一话节奏还不太行。是，第一话应该就是所有人的特技都要亮一遍嘛。哦。然后最后再来一个高潮，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就以前是这个组织猎人组织的人，但是现在是吸血鬼，然后背后说一句话，然后会来。然后故事展开了，是吧？对，然后这个时候音乐响起，镜头拉高，看到天狼，哇塞，哇塞，听着安排的这么明白了，对，那天狼第一话是按这么安排的吗？那肯定不是，对，那天狼第一话就很传统，就首先是介绍一下吸血鬼，然后有一些那个时代背景，然后又介绍一下那个猎人，然后中间安排了几个小打斗，然后中间就是很大一部分就是说这个猎人组织它其实也算是一个那个国际组织吧，然后会有政府的帮助，然后会可以看到那个各个警察的一些那个记录，然后去帮他们去找一些那个吸血鬼的，对，算是前面有一些那个侦探要素吧，但是侦探要素也是就是口中的侦探，知道吧？哦，就白话白话得了。对，那其实说不定能就是很慢热吧，这个对，可能就是一个慢热的，先看个四五集再 说。像我们这种看多了 TV 动画的，就是非得让他有样板戏，就是很着急。第一话先给你全部安排了，对，要不然不想看了，是吧？但是这个东西你第一话全安排了，也是有利有弊。对啊，对，你第一话你全安排了，后边就没有什么这种悬念能够挑起大家。然后拍到第五话、第六话。真的到日常他们要讲个人感情的时候又皮了，是吧？对啊，对，就是这样，有道理，就是他得时不时的这个安排点这种很激烈的画面，然后再接一些很平静的东西。可能他就是要安排一个那个两三集有这么一个小高潮，心中导演有一个这么一个想法，第一集全部不把东西全部给你展开，对，用三集的那个内容吧，嗯，跟你讲一个长故事，对，是。反正现在才一集嘛，大家接着看吧。啊，但愿如你所说嘛。对，像这个，可能第二集就是这样了，你知道吗？对对对对。Angel Death 有人看吗？对不起，都没看是吧？好，其实我也没怎么看啊，就说是恐怖游戏改编，然后改编成了这个狗粮动画，说这么说的啊。但是我什么叫狗粮动画？就是变成了这个男一女一，这个本来是这个追杀的模式，然后搞了两人好像还很恩爱的样子。未来日记是吧？对，这个我没看，我就这么一说啊。但是就转述一下，这个，但是有很多人很吃这套，嗯，就是他有一个不能说翻转，而是有一种这个反差萌在里面啊。而且这个我看了一些，算是有些猎奇要素嘛。对，然后看了一些 GIF， 他这个奔跑、追逐、砍击，这个其实说实话挺流畅的，嗯、看着挺有速度感，作画质量很高。对，这个写这个就跟大家说一声啊，有喜欢可以尝试一下，我还没看呢。好。然后刚刚也是说那个游戏《三人娘》，就还有一个那个，《碧蓝之海》，这两个都算是胡闹搞笑的这么一个作品。
然后前面是三个女高中生傻子，后面是一堆大学生傻子。对，对，但我真的很希望《碧蓝之海》是一个专注讲潜水的动画。那对不起，现在来看应该不行了，是吧？这很难过啊。然后我再说一个动画吧，就是叫那个《异世界魔王与召唤少女的奴隶魔术》。对，哦，还是一个那个异世界。说什么？我听着，现在李帆都不起这种名字。你在说李帆个锤子啊？对不起，对不起，啊，不说了啊。啊，真不是李帆吗？真不是李帆，听名字真的不像李帆。哎，然后现在李帆都起什么名字呀？是啊，好久不看了，我很好奇。嗯，我们还是要还说了，还说呢？还是不是还要再来两句？啊，不说了，不说啊啊！大爸，你说了。然后那个这个异世界动画也是那个亚细亚堂负责一个动画，然后导演是那个村野优太。故事背景其实是一个那个异世界穿越的通用模板，就是一个很喜欢玩 MMORPG 的一个大哥。好，然后某一天就因为他游戏里面很沉迷游戏嘛，然后游戏魔兽啊，然后就开六点零了，然后突然就穿越到异世界，然后不断的认识一些可爱的姑娘，开始自己的王道征途。对，但其实这个背景一般人看了以后完全不期待，是吧？是，对，但是你完全不期待这个心态去看这个动画，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动画第一话超过了你期待，想看下一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就画面比较走心嘛。哦，比较李帆，对，比李帆精致一些，对。李帆也很精致的嘛，我根本就无法停下自己思路，你知道，总往那个方向想。但是现在渐渐李帆也是做的很划水，就是对，你要开始批判，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再想想当年是吧？就很早之前看过很多李帆，真的从剧情、从作画、从这个镜头调度、角色演绎等等方面，做的都非常的优秀。是，现在那什么呀？都怎么回事？是吧？对。还说来着，别说了，别说了，啊，就是这个番，就是还是挺超期待的，是吧？也我看了以后，就是他虽然说剧情还比较俗套吧，但是画面上比较走心，该安排的都给你安排上了，哦，然后不会有那种你觉得应该安排了，但其实画面一黑又掐断了那种感觉，啊，就没有这些是吗？对，然后画面比较细，然后看了一下他那个异世界文字方面还设计的比较用心，里面包含了一些老电影的梗嘛。然后我们站也有一些有作者去分析了一下这个文字设计啊，对，好的，说明还是用心的作品。总的来说，就是异世界题材，就虽然大家都觉得这个很俗套，嗯，但是这个业界还是有很多人要去做工作嘛，要生活嘛，该做接到这些作品怎么办？你不能去抱着一个那个做流水线作品的态度去搞，对，要保留你这个匠人的这种激情，是，所以大家就该做做，我们该看看啊，对，所以这部作品其实，这一季度还有其他几个异世界的题材的作品嘛，就你跟这个一比的话，就发现哎，这个真的不错，挺有意思哦。哦，其实推荐大家就是放空自己的话，去把这个作品去看了一下。好的，嗯，好。但我发现一个问题，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嗯，就是为什么都是玩 MMORPG 的人穿越了，那怎么没有哪个大哥是玩哪个主机游戏穿越了，啊，是呢，是。我还想说，你要想说你玩 CF 然后穿越了，打个刀，那有什么用呢？啊，穿越了，那没什么用啊。好像动画最近都不是你玩主机游戏，你怎么去认识别的玩家呀？你很难就是有这种社交行为。你可以玩命运嘛，全军封锁。你玩命运，你可以玩黑色行动嘛？是啊，进去死了，小伙过来一刀啊，脖梗子，对，安排好了。嗯，说不定以后会有。这个不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汤姆克鲁斯演的这个电影？是吧？什么明日边缘？怎么又明日边缘啊？狂说明日边缘啊，确实可以安排一下，说不定以后真的会安排一些。因为其实你看这个《刀剑神域》啊，包括点 hack， 其实他们是这个严肃的探讨这个网游玩家，对，探讨到一定程度，说不定就，对吧？你想之前还有什么拼胶的穿越啥是吧？骑士与魔法这种是啊，喜欢拼胶的穿越，什么样的穿越人都有。渐渐的，可能就会有这个主机玩家这种，是吧？可以，行吧，期待一下。我也很想看看这个玩主机游戏穿越之后会发生什么故事。是啊，行，然后最后就是那个口播国家队，啊，来了。但其实最后一话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没看啊，我没看，就怎么讲都行。还没看是吧？是，对，还没看，特意没看的。哇，你快，就等这个环节。其实就上回书说到哪儿了？上回就去了宇宙啊，对。然后这一回就是。结局怎么样？零二和宇宙就是去零二去对抗宇宙人嘛。啊，然后不是上回也说到，就是在宇宙的两个人在宇宙，然后其他小伙伴回去该回地球去种地，回地球生孩子，生孩种地，种地建房，然后发展科技，然后生孩子。对，然后结果如何呢？在零二对抗零二和广啊对抗宇宙人的时候，
宇宙人用了一招，就让广失去了意识，哦、就是是行行行，对，很传统，让他沉入了意识之海嘛。啊、这技能很强啊，对，我也觉得挺强的、啊。他为什么不让两个人都失去意识呢？是啊，是吧？嗯啊，一次只能打一个嘛。对，指向性技能。好好好、嗯，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画面就有点怎么讲？我说出来给大家听一下吧，就是开始就是要地球上的所有人呢、啊、手牵手祈祷，就唤醒这个广的意识，高举双手。哦啊并不是高举着双手去呼唤元气弹、啊，他们是手拉手去祈祷，就把地球上几个人纯祈祷是吧？对，纯祈祷模式，就地球上所有的人是吗？很多人，就当时他不是那种一瞬间就祈祷完，你知道吗？就是最搞的，就是首先就是有一个人就感觉啊，好像有广需要我们去祈祷去呼唤他意思，然后他也不认识他呀，啊，都是认识是认识认识。啊认识啊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有几个人开始手拉手，然后你说要祈祷是吧？就一起来祈祷。然后画面就一黑，然后几天几个月，然后人越来越多。哦，祈祷了很久，够慢的。就是说以前那个城市里那些那种人类也都跟着在，可能有啊。对，一开始肯定是伙伴嘛，后面就是哦，就旁边的人类都过来一起手牵手祈祷，然后祈祷很久，然后最后广的意识就被呼唤回来了，然后和灵儿就对吧，这样回来那肯定就是来一脚，来两招，然后爆个甲、嗯、然后有个新形态就把外星人给弄了，然后弄了、哦、对，然后他们安排之后他们两个在宇宙嘛，然后也炸了嘛，然后也就没了啊，就没了、哦、对，就消失了， 就炸了，对对对，然后后面就安排几十年之后他们就灵童转世，他们两个又灵童转世啊，这个说的有点快了，是不是中间还有点别的环节？对，先说炸了，炸了之后呢？啊，先说宇宙上吧。啊，宇宙上是在众人的祈祷之下、啊、炸了，广的意识回来了，然后来两回来以后就招数各种招数都安排齐全，把外星人给打炸了。是打炸以后，他们的机体就在宇宙就没了嘛？对啊，是啊。然后后面就是。宇宙上就是一瞬间，但地球上就很多年，嗯，有可能有十多年吧、啊。然后地球上就又出现了长得很像广和林安这么两个小孩子，又见面了。哦，对，那就灵童转世嘛。哦，是这样，镜头一转、啊、然后地球上这边怎么回事呢？啊、地球上这边关键是个祈祷 啊，就呼唤意识这个环节不是一天完成的。嗯，对，那我就在想啊，他每天说些什么呢？是吧？是呢。对，那只能是跟念经一样啊。嗯、是，确实就是嘛。对，每天念经也不容易。哦、那后来交代这个原来的这个团队里的各个大哥大姐都怎么样了？就是生活很美好。然后后面就确实就是，发展科技嘛，然后也是那个种田嘛，啊、然后也建房子嘛，生机盎然。啊、然后生机盎然，然后就疯狂生崽，有生两个，啊、有生四个，有怀孕，对吧？还没生的啊？对，就是都有。就胖哥哥呢？对，胖哥哥也找到自己的归属啊，对，放弃了过去，拥有了美满的家庭啊，是厉害的，行吧，反正就感觉中间这十多年就是一个大家日子，相当于是一个好结局吧。啊，那原来那些父亲们呢？原来的老父亲，对，原来的那些人其实没有怎么交代，是吗？原来是你说那个议会里的那些啊，议会里面就没几个，也没特别交代啊，就没特别交代，重点还是好好就没什么可交代的，没什么可交代的，对、哦、对，其实看到最后就发现，确实是日本的一个主旋律动画，你知道吧？就是得多生少生，然后多生不准少生，不准少生多生两个起哦，你生的越多，这个政府给你的这个。奖励就越多嘛，是是是，日本是这样的，我真震惊、啊。对，所以你看到最后就发现动画里面机器人啊、反派啊、伏笔啊，其实都不重要，没屌用，生孩子重要，都没生孩子重要，是就是正视自己的感情去找对象，就最重要的。找完对象以后，该生生，对，然后该生生，然后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对，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个 CP 就是说开场的 CP 基本上就是结尾的 CP 嘛，是吗？哎，差不多。五郎和梅啊，然后这个中间换了换嘛，然后 对我说就是按换完的一点小波动，按换完的就是这么继承下来的，是吗？是，就除了胖哥跟这没有什么关系。胖对，可以满足了，嗯，可以。反正最后就是这样。然后后面我也看有些人就说，就还有吗？还有二十四集吗？没有，二十四集最终话结束了吗、哦？结束了，都已经搭房子，是对，生娃了呀。对，但是按照天元突破模式，不应该还再来两集，又爽一爽？又是七年过去，然后月球上又有一批新的外星人，对，那你这么拍的话，就是一个无限宣传片模式啊！是，完了，完了啊！是，没想到国家队这么播完了，
转世了吗？反正怅然若失啊，对，有点怅然若失。我今天还跟大巴说，我说咱们应该在七月份里边找一个可以口播的，对，再播一播是吧？对，但是暂时还没有找到这种，就是说特别话题性，然后特别值得播的，是就是说这个特别有剧情起伏的，剧情特别明确的这种，然后一话接一话，好找，还有了听的这种，对，现在大部分看的还都是就是平稳发挥啊，对。然后或者说就是纯走这种胡闹恶搞路线，或者看一个画面这种感觉，对对对对。那我们再看看吧。这个你想，我们口播国家队也差不多是五六集才发现了这个的潜力，才开始做的，是吧？但我相信七月份还会有这样的动画，我们随便来，随便播。对，实在不行播一播这个《轻羽飞扬》吧。行，那就是纯粹是。我们都变成一个广播的一个那个比赛员是吧？对对，现场是哪个学校跟哪个学校打？对对，比分是怎么样？打得很激烈。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我这边是大巴指导，是吧？我在身边啊，对，哎，也不错，我听着。但是这个就是比较看本事了，是对对，就是得说的特别专业，需要我们准备一些才好听羽毛球专业知识是吗？对对对，啊，突然很有挑战性。无论如何，这个国家队是给大家播完了，然后其实播完以后，大家都有很多感触嘛。是，但我其实看很多年轻人都看完，我觉得特感动。我也看一些推特评论嘛，特感动。对，对这个海外的这个欧美和包括欧美圈，还有一些那个日本的那个青年圈吧，都觉得特好。欧美看过什么呀？有蛮少，有一部分人就看完，很多年轻人就看完觉得特感动。这是我人生中看完的第一部包含激战元素的动画。哎，他们是感动在什么点呀、啊？我很好奇。就有爱啊，有找到对象啊，然后还、对吧？大家都是好结局、啊。有机甲，有踹、啊、踹那一脚。对，虽然都不重要的。特别想推荐他们《创伤大天使》是吗？啊，是，全是爱啊、对，哎，还是年轻。然后，但其实就谁没年轻，也有很多人就看过很多动画，就是说其实这个动画就太杂了，有很多。要素方面都没有安排特别好，没有，特别是他贯彻下去，你看到最后你才发现他其实是想讲每个人感情线的，对，但其实中间插播了很多是吧，这个那个，对对，没有把每个人的感情故事还有感情经历还有个人成长方面挖掘起来，好好的安排起来，对，嗯，缺少一个安排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还是不还算可以的动画是吧，总算是是啊、生孩子宣传动画，生育宣传动画是啊，挺尴尬的，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生孩子是、啊、是是是，就是不容易，是，反正听完之后觉得也很唏嘘，现在也我现在特唏嘘，对，我现在满脑想都是胖哥笑容，胖哥生活很幸福，我觉得对，生活就是这样，生了个小女孩还是一个丸子头，多可爱，是吧、哎、真的是他的吗？啥么玩意儿，居然问这种问题 啊，太狠了、啊、太狠了、不聊这个了，不聊这个，好吧，那我们这期二三新闻，这期也差不多了。哎，你是不是还要有一个很想说的话？没有了，没有了，真没有吗？没有了啊！我只是很希望这个大家如果看到了七月份哪一部动画很值得说，这个做一下口播环节，推荐我们看一看。哎，请在评论区里边留言。哎，然后我们或许就会选中你提到的动画，以后每一集由大巴来口播。啊，行，这可以。最后发现是我被安排了。对对对。又是一个互相安排的，有内鬼啊，可以啊，行吧，那这期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哎，好啊，那咱们就下期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我们要去决定谁做手术了，对对对啊，轮起来了是吗？俄罗斯轮盘啊，可以，走，拜拜。